十月十六日，针对 RISE 成员夏之光、任豪接连爆恋情，挖唧唧挖发布声明，称近日网络上存在较多针对我司艺人个人生活的讨论，对因此占用公共资源表示歉意。同时，我们尊重签约艺人作为普通公民的个人生活权利，但任何权利皆有边界，也不应违反公序良俗准则。而作为公众人物，理应比普通公民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，敬畏不当行使权利所带来的后果。声明还表示，将一如既往并更全面地为艺人提供相关培训和支持，加大艺人个人生活与工作衔接的管理。也真诚希望各位能够更多关注我们为艺人打造的作品和舞台。此前 RISE 宣布，原定于今晚发布的三专预售和签售会详情因内部原因推迟。